嗨，欢迎来到悉尼第二市中心帕尔马塔。在这里，政府将耗资100亿澳元建设道路、交通、学校、医院、写字楼等大型商业，创造17.5万个新就业岗位。澳大利亚国民银行、州政府及联邦政府已将总部搬到此地，因此帕尔马塔被评为最具潜力及投资价值的商业及居住城区。今天带大家来到 Lennox。澳元集团在帕尔马塔河滨新建的46层摩天大楼，现正在火热施工中，预计2021年第三季度完工。Lennox 总共有425套公寓，尽可俯瞰帕尔马塔河的秀美水景，远可眺望悉尼市中心城市天际线，朝南可见国家森林公园，朝西随着蜿蜒的河流通往远处的蓝山。从 Lennox 下楼便是著名的美食步行街，步行10分钟便可到达帕尔马塔市中心。从这里坐火车到悉尼市中心仅需15分钟。坐渡轮，几分钟就可以带你到环形码头。轻轨开通后更加方便，每7分钟就有一班车发往悉尼市中心。帕尔马塔也是教育重镇，这里有超过60所名校。其中包括6年排名第一的公立精英中学 James Ross 高中，以及5分钟便可步行到达的西悉尼大学。沿着波光粼粼的帕尔马塔河散步，就可以来到 Lennox 河畔商业区。这里将有对着河景可以发呆的咖啡厅，或是与情人浪漫约会的河滨高级餐厅。Lennox 是全悉尼第一个采用德国智能全自动破车系统的大楼。疲惫工作了一天，回到家后可以安心交给高科技帮您停车取车。楼盘配套设施包括泳池、私人会所、露天花园、私人健身房及24小时管家。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另一座桥上看你。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不如把您梦想的家安在这一片河畔，每晚让星光和水景带您入梦。预约参观展房和示范单位，欢迎随时与我联系。拜拜，我们下次见。